力神奇的模样，很可爱哦。想到了，生气，我生气的。他不是生气，他迟到一个小时，气挂。对不起嘛。挺怪耶，下次不可以迟到，知道吗？很棒啊。什么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呢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一群史上最正的美少女班级，以及最酷的班导师黑人。此外，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位帅哥助教，一同来学习学校没有教过的事。同学们，你准备好上课了吗？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宇哲已经第二度造访了，对啊，对啊，第二次来。他们现在很受瞩目，对，很受瞩目，很多人认识他们。Vicky， 你受瞩目到什么程度？你跟大家报告一下。你打球的时候，你每节下课是不是有十分钟打球？对。对，有造成困扰吗？就全校就趴在走廊，一到我就趴，你看，然后哎 ，Vicky 真美。叫有现在有学弟找你签名吗？有哎，上次来叫签八张。八张？哈，你在班上等他们来叫签八张？他们进来找我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尴尬，就好好帮你签。你签什么？一起抄写。又一起抄写。我只会这个。啊 ，Amy， 你有什么样的状况？有啊，就是我回去花莲乡下的时候，我们去我妈妈工作的地方是一所国中。哇，里面同学超热情，他们就 Ellie， 然后又照相，然后还叫我签，就是签名字在他们的衣服上面这样，然后每个人都伸手说签手上，我说你们都流手汗，我要怎么签这样子？对啊，现在是碰到很多签名的状况，对不对？所以回家呢，现在要开始练签名了。不过别高兴得太早，最近呢，我们可是有评比的，第一步过关，永远没机会再踏上我爱黑社会这个课堂半步。喷口水了，会不打，会不打。大家回去要做准备，因为现在很多唱片公司啊，或者是戏剧公司，也是在对我们是非常有想法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有什么事要跟黑人老大先沟通一下啊，好不好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问一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的女生是最可爱的？来，小刀，就是很阳光的、很自然的笑。嗯，像是。像你这样吗？像那么大声啊？不，小我过分。哎呀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身为班长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他会就举个例，比如说艺人、明星之类，然后你就突然接话说像你这样的吗？我就觉得小刀妹，你她是不是天堂美少女？对，她是书香气质的那一种。天堂美少女吗？请问一下，现在还是吗？曝光了以后，这还是虽然我也觉得你很可爱呀，对，对，所以你觉得阳光那种，还有呢，还觉得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出去吃东西啊，然后就站到这边一圈，然后就要这样，就男朋友就一定会说，哎，然后就要这样看他，然后他就说站到了，然后就这样什么，就装无辜的时候，然后男朋友一定就很开心的那样，那我帮你擦，妈呀，就很可爱。他那个，他可能记忆中这个算可爱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呢 ？Vicky， 运动完的时候跑完步，然后脸超红的，然后乱七八糟的，你们可以讲自己可爱，讲自己，讲自己。你跑完步披头散发，脸都红的。没有，就我朋友啊，就跑完步说，在讲朋友。哎呀。
很多人都有朋友来看你，很可爱啊，就脸很红啊，就你就是常常自己跑步想要装可爱那个氛围啊，快速100公尺赶快到那个厕所镜子一看，很可爱，然后就出去勾引男生这样子。并没有，没有是不是？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请到老师呢，他是可爱界第一把交椅，知道是哪一位吗？知道，可爱不可爱？可爱。我欢迎老师，可爱界的杨丞琳可爱。CD 暧昧一定要一起来一下，一二三来，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、很好哎、找到相爱的证据、何时该前进、何时该放弃，这里绝对要合唱一下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，暧昧知道真的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把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杨丞琳莅临现场指导。现在好火、啊，真的吗？好火、啊！谢谢谢谢、啊，大家都喜欢《暧昧》这首歌，对不对？喜欢，太美。其实要出唱片已经好久好久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个人专辑好像等了4年吧。4年，你看看这4年都退伍2次，我有男生标准，当2次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天。杨丞琳来到现场，因为妹妹已经期待很久了啊！真的吗？我也期待看他们本人，期待很久了。有在注意我们节目吗？有有有，而且有几个很亮眼的，我都有记在脑子里。哪一位？我很欣赏大牙。对对对。算是学妹，是我学妹，对，就是以前是同个学校的，花岗的，要不然你不承认吧？因为我本身没有毕业，所以OK 啊，我文大没毕业，现在邀请我回去主持，啊、真的、哦，因为杀价，因为他身材好，然后很敢秀，很敢秀，而且其他很多的也很可爱，而且有些我都看过了，有些看过了，因为他们有上我猜啊，这个慢慢。还有这个那个小混血啊，对 Vicky 啊，都有看过。所以你有注意到大雅是不是？有有有。他那个火辣的身段，你有办法跟他来一记吗？啊，不行啊。来一下啦。这张专辑怎么行呢？不行。我现在是走歌手路线的。歌手路线也有成熟的一面，我觉得你现在是成熟的女儿。啊，这女儿，成熟的女儿。女人呢、啊？啊，真的、啊。对啊，大雅，大雅很火。惺惺相惜一下啦，对呀、啊、他才20岁啊，一起跳一起跳一起跳，我们一般来讲在电视上看到你戏剧很优秀，主持也不遑多让，他的舞蹈啊，他似乎没有看到你火辣热情的那一面。你好色的感觉啊，你怎么色、啊、好热情，老师 hiphop 音乐来一下，陈明很会跳的，我假装在舞厅的感觉，我不是舞厅的，假好那假装跳舞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蹲下起立这一招，我跟你讲，虏获多少老兵的心啊！再一次，蹲下起立，光蹲下起立，得音乐来，音乐来，哇，这来真的啊，这个。好，来来来 ，OK 啊，音乐，一起蹲下起立，蹲下起立。